好了好了，回去回去。哎，等一下回去要穿越那条蚊子坑，太多蚊子了，盯着我现在就受不了。只能这样子的，只能原路回去了。直接跟上我们的领队，因为进到深山里面，啥肉都不能吃。好了好了，来到我们那个蚊子路，穿越那个蚊子，太多蚊子了，现在先不穿越啊。哇，眼睛都被叮肿了，都没看见。好了，继续跟上去看一下出去是什么样的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哇，这里太难走了，太高了，小心路滑。哇，这里好滑。哇，很难走的，知道吗？有请的吃饭吗？哎啊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那不该！哇，滑死人了，全是石头，走了走了，继续往那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着走着发现一块黄蜡石，哇，好黄啊，真系，好黄啊，真系，好辣喎、啊，系，真系好辣啊！呢一面先靓，呢面、哎，好辣好辣，黄蜡石，这个脏脏的，等一下把它刷干净就可以了。哇、哦，但是背上去，你一攞攞呢个捽一捽咪咩咩咯，啊，捽一捽咪干净啲咯，拿回去搞个乌龟养一下，养小青，哎，养小青绝对一流。好了好了，收了收了收了，放书包，嗯。好了好了，朋友抓了一个越南小虾，等一下把它生吃。现在已经12点了，冻虾应该在吃。哎，好了，把这个虾吃了，把虾头去掉。哇，爽啊爽啊爽！补充一下蛋白质，蛋白质。嗯，找线钱。走走，找到虾壳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嗯，回去了回去了。也返航了，现在准备返航了。哦，怎么样？我靠，这个是两燕针吗？它挂住我了，好痛啊！挂着我，我、哦、靠！哇，这个有钉的，钉着我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啊、哦，这个好大一颗，绝了呀！一个大山丁一样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哇！回去回去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记得关注我，我是飞鱼王龙哥，再见了。